来玩这款游戏《新世界：罪恶的世代》。噔噔噔噔噔，《罪恶的世代》啊！山寨游戏啊！山寨游戏开战啊！哎，第一次出现的角色啊，都是不知名的哎，怎么这样？小八，然后挑战了、啊，山寨挑战，杀杀，哎呦，这个战斗速度，这个战斗速度，这个战斗速度，好快哟、哦！再召唤，哎呀 ，Luffy 已经出现了啊，五星的。One piece， 点点点点点，合成，可怕的世代，哎，怎么解锁了？南米。来切换，放个招。哦呦，好凶哦！身体的品质比较偏向好几年前的，哎，十年抽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。耶，南明，全上了，挑战，我敌人有点硬哦，刚好可以看，啊，整体的玩法就这样，喜欢的话。再看看吧，无氪玩就好了，这是盗版山寨的啊，大家拜拜。